大家好，我是慧慧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懒人又好吃的早餐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在盆里倒入300克的面粉，放入3克的酵母粉，用筷子搅一搅，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成棉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儿。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儿。盖上盖子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醒发一个晚上。准备一个洋葱，对半切开，给它切成丝儿，最后切成小丁，放入大碗里。再准备10块钱的肉馅儿，放入2克食用盐，一勺生抽，一点老抽上色，胡椒粉，再来点香油增香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儿。搅拌均匀，像这个样就可以了，再放一边备用。看一下这个面团已经醒发好了，里边是满满的蜂窝状。放到案板上揉搓一下排气。揉匀揉透，给它整理成一个圆形，用手按扁，用擀面杖擀薄。大约擀成5毫米的厚度就行了，把肉馅平铺在上面，给它铺均匀，像这样的铺匀就可以了，从底部卷起来。边缘处按压一下，用手轻轻的按一下，用刀切一下，切成一个三角的形状。用一根筷子在中间按压一下，它的层次就出来了。看一下，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刷一层薄油，把饼皮放入里面，给它交错着摆。盖上盖子，先醒发10分钟。看一下，现在已经体积明显变大了。盖上盖子，看小火煎上2分钟，煎至底部微黄，倒入我们调好的面粉、淀粉水。盖上盖子，开小火把汤汁收干。时间到，关火，再焖上2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看一下，非常的暄软。上面扣上一个盘子，给它倒扣过来，看一下我们的肉卷就做好了，非常的暄软，而且是白白胖胖的。这种呢不是说没有醒好，而是擀得太薄了。看一下，非常的暄软，底部呢是金黄酥脆的，吃起来非常的香，里面呢是一层一层的，每一口都能咬到这个肉。很多朋友呢说早上没有时间，你也可以中午或者是晚上做，都是非常的方便。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。喜欢慧慧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转发，拜拜。